唇膏，不然可以去角质。去角质耶！厉害！你有细致的磨砂糖哦。你等着看我哪里啊？可以抹在手上，抹在手上。对，好，可以感受一下。磨了。有哎、欸，很酷哦，而且有带去角质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用。现在磨砂糖还 amazing。哇哦！哇，算是点头又。对，看到了。好酷哦！对，没错。而且。怎么样？薄荷味。没错，没错。有新鲜的薄荷 ，fresh， 对，然后还有细致的磨砂糖，它可以帮你去除死皮跟角质。嗯，那同时呢，它里面还添加了高纯度的乳木果油，它就可以帮你保湿补水。这几天就是要没有去保养我们的唇部，所以我们的唇部都有点干。那就是我们现在教大家说怎么使用这个。对，哦，那我们在应该是什么时候用它？就像我现在这个状况之外，还有什么部分不是都会帮脸部去角质，或者是手肘、膝盖？但是你们都忘记帮唇部去角质。去角质，去完你就会怎么样？焕然一新，脱胎换骨，脱胎换骨，对，好厉害嘞！好了，我们进度很快，吃饭，下吃饭。那像我呢，就会利用画圈的方式去角质。你看，这有长伤哎。你们看，整个焕然一新嘞，真的嘞，好好看嘞。它呢就是利用糖霜呢帮你做去角质，然后之后呢里面的乳木果油就会渗透进去帮你做保湿跟补水哦。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上雾面唇膏了。严重患者的话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通常呢，就是会把它去完之后，把它卸掉这样。好，那我来试哦。那我抹喽。对，用画圈的方式。那有没有？有感觉了？有没有？哎，去掉了，这里会有一块。那我就角质，哇，好厉害嘞！嗯，你看温度，那我们去掉了。那这时候我就拿卫生纸或湿纸巾，然后擦掉。可以去角质呢，又可以保湿补水，有二合一的功能。那我们现在有四入组的组合，平均呢一支只要200元哦。大家可以赶快去买。四入嘛，就送亲朋好友都不错呀。那喜欢我们这支影片呢，别忘了在底下按个赞哦。那喜欢这支商品的原因呢，别忘了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送出3包精油哦。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喽。MKUP